的想你，手递草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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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有人说养狗脏，狗掉毛，狗身上有细菌。事实上，当你来到养狗人的家里，你会发现不仅狗干净，家里也干净。因为养狗的人是有爱的，有责任的。视频中提着篮子去逛街的巨型狗狗叫呆萌，它长得呆萌又可爱，主人把它当成孩子一样对待。虽然它不会说话，但它懂得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情感。它很勤快，会提着篮子去超市买东西，主人还经常打扮它，给它的毛发染上色，带它去理发。它是主人生活中的开心果，它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上街玩耍，很喜欢主人抱着它。它也喜欢吃烧烤。不得不说，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。如果你在屏幕前看到如此可爱的它，请给它一个免费的爱心和关注，是对它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最近很多人说你是傻子，你怎么看？几个人说的？两三个吧。没关系，还有好多人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曾养狗的人很难想象与狗一起生活是什么样，养过狗的人则无法想象没有狗的日子该怎么过。谁叫你不好好吃饭，身材没有我高，没有我帅吧？我就是小巧可爱。那你腿有我长吗？你站起来咱俩比比呀。你走开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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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今夜到明天上午有点想你，雨季下午终于持续的想你，手日有所思夜有所胖，变瘦没希望，天要我胖不得不胖，吃肉不能忘，待我长发及腰，遮住一身肥膘，纵然虎背熊腰也要高。你为什么会选择养狗？是因为需要陪伴吗？我是呀，我是一个敏感又偏执的人，我不太会享受孤独，是小狗的出现治愈和填满了我的生活。小狗给到我了很多人类给不了的东西，比如它会永远坚定地偏爱我。Say say say hey hey now baby So let's get one thing in now baby最近很多人说你是傻子，你怎么看？几个人说的？两三个吧。没关系，还有好多人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